辟灵之狐，假装打 B 点，然后把中路人全部吸回来了。但这里有个阿光，我操！他虽然叫阿光，但他躲在了一个阴暗的角落，立马被捕。而且这边 K 小 K 是偷掉了一个 Minimize 是单手 A 区的，可以直接转点了。这波两个人，哎，从下水道直接转，而且中路又挂了一个小编。小编说："兄弟，你先去下包，你下个二楼帮我们看。"哎，看一下小 K 怎么说。小 K 现在躲在眼里面，刚好看到，但是 Swell 帮他把他打掉了，这保险还没下。兄弟，这要下一个二楼包吗？没有，他选择下一个4点安全包。小编现在在二楼。OK，爆能器响了。小诺他很警觉，因为开始有个人是挂在这边的，所以他这边晃了好久。缺暗眼，他们现在没有二楼控制权，而且他们听了一下爆能器的位置在点内。点内现在就一个人啊，而且这个包只有 A 通能看，二楼是看不了的。阿果，哎，来了，小编打一个，现在对面要跳了，要跳了，哎。没跳，打啊！小编又打了一个，完全不着急，兄弟就跟他绕玩他，哎，一发头部命中，猫雷完成收尾。哦，这是个前点张云，这一般是长枪局战术啊，这边长枪局战术才会给前点张云，踩雷赶紧丢过来，小编打两个，王浩哲抽掉了 Swell，出击。兄弟们打港服推荐什么加速器？对，阿光是帽子。剩一名敌人，最后一个是压出来的小诺。这个烟位是单手必须的，球形烟单手的一般都是必须，无论你是幽影还是星坠还是炼狱，都是手必须的。成，OK，直接带走，没问题。卡一个。王浩哲现在被队友奶了起来，这四秒两边都要看，左边有人，右边也有可能有人。天启翻腾，花式巡游来找人了。UCMT 小编各打一个，刚来到点内，小诺直接被这是飞过来的小编吗？哎，还剩一名敌人，还剩一名敌人，看到了。最后是阿光，只剩一人的阿光，他会想到这里。瑞来到了前点吗？最后一个人位置锁定了，四个人就看一下谁没有大招去搅。哎，瑞已经倒了，搞定了。看到了，二楼有人抽一枪，但没抽着，被小 K 直接打掉。而且他还听到了里面有一个辟灵之狐。我知道你们在哪。哎呦，这 B timing 刚好点内只有一个了，马上就是王浩哲的一波跳。来看一下有没有说法，准备打闪出，黑暗眼，你黑我白。剩余30秒，哇，真牛啊！这波 Minimax 白了别人，他自己黑了。二楼包，这个二楼包更好一些，这个二楼包点内也能看。他如果只下那个凹槽包的话，点内是看不了。小诺现在在等人，不是他在这等人干嘛？你兄弟，你架这，你隔壁已经有人了呀。在这儿，两人一墙之隔，是让哈九帮他去死。兄弟，帮我死一下！还剩一名敌人来了，左边有一个，但是小 K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。如果你前两枪没有敲到头，然后你第三枪开始，你的散射就会变大。哎，跳看，海体就被王浩哲摘了，再给一个花车巡游，什么意思，兄弟？哎，本来以为是钩子的，结果钩的时候兄弟不给补枪。蹲，第一是为了避头箭，第二是扫射的时候你的枪会更准一些。小 K，你们在哪？又打掉 Swell， 小 K 已经打出第二个大了。一看 ，OK， 一 B 两 A， 那直接来了呀！小诺，你往哪里跑？直接来到点内，知道就在眼里，看到头了。小编直接打掉小诺，现在这两个人可以保枪了。但是 Minimax 好像不想保，而小编可以去找他，因为这个人血量不多，而且他的大招技能点数还有五个才好。小 K 终于哦，不也不是，是小 K， 哎 ，UCMT 也被摘了。阿光逐风去中路，但中路没东西捡，枪都是一样的。他不会想切刀偷吧？但偷包应该没什么机会。
这是二楼能看的不？两个人一起要来搅了，王浩哲也已经过在过来的路上，马上就要合围，差点五杀了兄弟，帮我捡下狙，谢谢。哎，再晃一下吗？漏了没有啊？部署爆能器漏了，抽一枪，重力之锦，踩雷飞剑，马上就是小编要打闪了，他看到二楼有一个上面的闪下来闪到。今天有人，但是小诺直接摘掉了对手，而且还捡枪了。小诺打了两个，有三 P 死了。装载完焰火，直接准备开轰。咻！哎，没轰死，我操！这为什么没轰死？这为什么没轰死？哎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阿光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很少有人说，这是我剩余三十秒，这是我清点的六道仙人位。我一般就是玩幽影，直接传这里，然后就一直不动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兄弟，这波大胜利 ，BLG 叫了一个暂停 ，RNG 开始翻分了，万物起源7-1。兄弟，这波打扫战场，来来来，有枪没？有枪没？捡一下 ，OK， 捡到了。Thrifty， 我觉得啊，不是我，请告诉我，我会告诉我的室友，装在玩焰火，找人推暗眼。二楼现在有人吗？点点现在有人吗？哎，找到一个，召唤追猎之灵。哎，三个都在楼上，三个都在二楼。对，瓦的人物模型是三角，你可以把它挤上去，但你不能就是站在他头上。四打三，这魁夫在中路展开的，而且这两面包。这两面包现在导致哈皮不敢走，你知道吗？还有四标，看一下阿光，阿光直接逐风跳下来，走到了奇怪的位置，得得得得得得得，要再跳一下，哇，好细的一条缝！王浩哲，难道你也变成了狙击天才？兄弟们，慢点来啊，慢点来！哎呀，直接穿裆一枪。看一下上下双架的，哦，终于受到制裁了。大闪跳进来，哎呦，阿峰是直接打的 RNG 这样朝着2-10迈进，再混一下，小 K， 你再混一下，你有可能会死的。当心手雷。是19岁，不，他20岁了。他不是20岁吗？王浩哲不是王浩哲03年的呀，而且生日也已经过了。小编。淘起了，这应该是王哥的局吧？有没有微博战队？没有微博战队吗？那个小丑王，微博战队淹死在了海选。消灭敌人。主包96年，这是自己买的局。哎，他一直看左边，两个人溜过去了。我操！待会儿 Swell 要骂人了，兄弟，待会儿 Swell 真的要骂人了。哎，直接狙掉哦，还好他没有去 Swell 那边，不然真出问题了。我知道你们在哪儿。哦，还有两把狙，这是起源狙啊。看一下起源狙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起源狙和另一把狙。这不是一个点内包，听到跳的声音了。找人，直接狙掉 ，OK。他的位置也已经被锁定了，找到有一个空中摘掉，现在就只剩你了，小 K。小 K 选择来到了广告牌和对面秦王绕柱，累了，低包不漏，小 K 找队友要了一颗闪，再抽了两枪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哈啾，11-1了。这前面这个是假烟，准备打闪了。王浩哲背闪好快，我18岁天才少年，弹枪雷。那怎么办呢，兄弟？包掉这儿了，包掉这儿了，兄弟。烟在叠烟，人在叠人。外面打个闪，现在变成了一个2-2，但有个人是残血的，我必须等等。现在知道有一个人在电梯房了，两个人位置都被锁定。现在一个看电梯房，一个去看拉面馆。
我方还剩一人。三十结束。近期翻腾。我操！这个最惨的是他只有一个，他两个近期翻腾，但他只搬了一个上去。假装打二楼，实则打一楼。凌空毒崩，来点内，一波扫射，小 K 直接倒地了，推暗眼。现在王厚哲也是在穿出来的时候被打掉了，这一分BLG打得很随意啊。那二打五有这个说法吗？再点把獠犬，捡了就回来。已经完了，还剩一名，还剩一名敌人。最后这应该要保吧 ，Rain， 他是一把长枪哎，他可是一把，他可是一把幻影哎，这枪得保吧，这枪老他妈贵了。走，走走走。现在在 AY 单挂的 Hattie 已经听到了对面吃了球，然后有回去的脚步。哦，但是小 K 不信邪。我操，兄弟真有人吗？我不信啊，对面没上，我看一眼，我操，真有。其实以前啊，就是你们可能以前不看 FGC 的海选，以前 FGC 海选小组赛 EDG 经常是3-0。他妈的，郑永康还有那几个，我点名康康啊，还有 Smoky 这两个人下手没轻没重。以前他妈打海选疯狂13-0，在我印象中天路被 EDG 就零封过两次。喷雾器启动，看一下，找一找。天路，天路输过一次亚海选城，还输过一次深海明珠，好像是。闭着眼睛都能拆掉。闭着眼睛都能拆掉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啊！剩余三十。小 K 枪法出现一些失误，哈皮捡回了一条命，自己还有十一血。Minimax， 求求你，给我奶一口，兄弟，我下保你给我奶的，你奶呢？啊！哈皮奶没要到，直接死了。推暗眼，王哥一波幽默惊喜翻腾啊！他在空中在找对手，那现在还剩一个人，这个人是小诺，小诺在二楼。哎哎，丘头皮，我方还剩一人。啊？不漏了，不漏了，等五秒，哎。再看，拿出来，呼！一个好的信息有多重要？昨天深海明珠玩了个废的，对面完全不知道怎么打游戏了。啊！干掉一个。王哥还想开车，但是这车可不给你开啊。大招好了。我的大招好了。好 ，Swell 也来一个幽默弹跳。B 通两个人是慢摸的。第一点我也没有看到人，左边搜的很仔细 ，Rain， 哎，假搜，打了一个，这能打我不信，要不开追猎之灵，把他们找出来，一看二楼还有一个，哦，还好阿光，满眼火直接轰掉了王浩哲，哎，王浩哲他也有大的，但他没交出来。这分马上就可以转了，兄弟直接可以去转 B， 因为 A 点听到很多人的声音，他听到摄像头，听到 P 零之虎 ，A 点起码还两个。飞飞拿出来，但是 Swell 刚住了，打掉了猫雷。再近点，我操！难道说？是吧？逮住他们。RNG 想到了一些事，我曾经2-10翻过别人。BLG 说我也想到过，我也想到了，我操！他就打出两枪，3-3了，一分为二，一分为二啊 ！Rain 过来打掉了 Minimax， 有个人跳下去了，跳下来听到下面一个脚步，还剩最后一个人也打掉了。
OK， 我想到了，兄弟。Minimax 霹雳之斧清点内，楼梯烟也给了。这波先去看一下树屋，树屋没人。OK， 蛇吻拉过来，于三 T 想要去打对面的 Hatu， 但 Hatu 并没有阵亡。死点踩雷飞剑已经给过了，现在破了门，今天用人的，当心受雷。爆能器已部署。这踩雷飞剑丢的怎么样？哎，踩雷飞剑效果呢？咋没看到？导播在倒什么兄弟？我操，导播倒的好乱。当心受雷。都让我来倒。还剩一名敌人。就搬了一段，高点鬼眼。哎，待会儿教一下这大家这个。别担心，我不会把你们害怕的东西给说出去，我保证。哎呀，都是兄弟。半拉卡你是我兄弟，不没半卡你是我兄弟，半拉卡你都可以是我爹。武器落在 A 区，当心手雷。哎，有个钻粉群，粉丝群在那个，等一下，装在玩意火轰过来，哎，对面直接跳走了，我好折被哈就直接打掉。在点内还有人的，树屋有一个，但是边根本没有打过对手。我有个那个叫什么来着？我有个 QQ 群，在那个在鱼吧有。剩余十秒，在鱼吧有。哎，阿光，打掉一个换子弹。现在两个人都应该，现在他觉得两个人在点内啊，但这个包好像是二楼能看的。怎么说？哎呀，这勾巴坦米，对，红温小镇。屏障生成，这包二楼还看不了。第一下，哎，又怎么拼？这切道具啊！听到了车的声音，还有打就是开枪的声音，说明不是一个人，装在玩夜火，准备开轰了。小 K 就这么白白的走了出来，直勾勾的走了出来。没有那玩意儿，爆能器落在 A 区，没关系，没有也挺好的。哎，今天有人 ，Minimax 啊，捡了包要走，真跟他走掉了，他还能去 B？ 哎，不对，他能去 B 吗？他去不了了，他能去 C？ 不对，他只能去 B， 他没有时间去 C 了，他再去 C 应该没时间下包了，他只能去 B。激活蜂群手雷，剩余来找人了，你要怎么过啊？王浩哲，小王。还剩一名敌人，这包能让他下的，那肯定不行。那反正都是要被打掉的，在打之前，润就已经把自己的一个纳米蜂群给触发了。哦，中路阿光想要抽枪，但是没有抽到，拿出来王哥直接被打掉，但是润打了两个，也知道水下有一个了，一波猛穿 ，Minimax 血量很低，小编前来找人 ，OK 找到了，还剩最后一人，这个人就是哈 Q， 哈 Q 怎么说？哈 Q。这个距离正义一枪是致死的，但是小编他更准更稳，就你要关注我，因为我们要互关才能够我给你发图片。来了，来到点内，苏瑶一波猛混，再加个惊喜翻腾，御三皮被混到半血。隔离解除。哎，会搜吗？这个位置应该会搜吧？这跳不过常规搜点顺序，不要急，这纪律性应该有的吧？先给了个烟，三个人一起要走这边，屏障生成，找到了。但是王浩辰没有打过，现在小 K 再往前再打一个，兄弟我走了，拜拜。二打三，要切手枪打掉对手，再换子弹。那对面两个人抱团走一起了，你只要低包就吃双拉，兄弟站我下面，不是站我前面下面。 OK 没问题，准备慢推一点。哦，瑞恩先倒，再倒一个 Minimax 三杀到手，立了代功。还剩一名敌人，这个人是开始单挂在 A 区的小 K， 那他就不去找了呀，他就在这挂着吧。这波真要打 A 了，拉过来，小 K 没反应，近点变个打了两个三个，踩雷飞剑还炸死一个，兄弟你为什么不去打 B 或者打 C 呢？为什么呢？5-4，这一份王浩哲有民居的，民居直接来前点，有人兄弟，看一下，狙一个 ，Minimax 直接被狙掉了，哎，再抽一枪，惊喜翻腾还没翻回来，他走了一步惊喜翻腾，
这叶灵也给出来了，想要保没保住，这兄弟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什么伤害性技能了，他知道右边有人咋办呢？先给个过点烟，给个过点烟让兄弟慢慢走出来，不然就只能当乌龟了。鬼眼是近距离，就是他外面那一圈都可以看得到。过点的帐云，帐云上面叠了一个黑帐。啊，你们快跑！哦，你们快跑吧！Swell 他第一时间，他不会找点内，他会去找里面的人，他找斜坡的人。我操，瑞你真跳啊！这肯定会被搜的，因为只有这里照不到，只有这里照不住。要进来下包了，哎，但是Swell没有搜这里，因为这里把他打掉了，可以来点内了，兄弟们，可以来点内。小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把他去给混死了，还剩最后一个人，这个人想要穿烟过来，又被 Bank 打掉。王浩哲端狙出来，直接先打掉对手，再给了一个暗兽，王浩哲还要回头，哎，狙一枪，哎呀，这一枪，他其实有大的，但是他没有开，找到两个，点内已经进人了，小编就躲在烟里面，占了一个对面常规会混的点位，但是拉出来的时候有两个人在架他。三打四，这份所有人全部缩在点内了。爆能器已部署，爆能器已部署，倒计时开始，要把前面人给逼回去。但小诺可以撤啊，他可以 TP 出来，他有大可以 TP 出去。一扫，哎，直接硬拆，这包这烟没封好导致。我方还剩一人，小 K 一波小跑打直接被干掉，7-5。暗兽左右看到点内有人了，知道点内有一个，但点内其实还有一个，踩雷飞剑丢过去，把人逼到左边来，拉到近点，王浩哲先打掉哈特，附近还有一个人，他应该知道的，因为这附近有纳米蜂群。出局，小 K 现在就在点内，他的位置很尴尬，绕了一圈锁定了，都要打掉了小 K， 而且小诺也截掉了在后面断后的 Ring， 被给暗兽了，高点有一个踩雷飞剑给过去，要把对面给逼退，但是阿光是直接站在了这一个台子上，这可不好提啊，还有个蛇吻，你再提也是死。开门了，假装转点，雷兹怎么超级跳啊？兄弟你来晚了，主播开始已经教过了，这个开始主播已经开始演示过了超级跳，你可以自己再去学一学。哇，绿三 D 打一个，但哈丘直接左键摁死，真走，真要转，但是 Minimax 没有给他这个机会， Rain 还有一枪的血量，打身体就可以，只是最后一个纳米蜂群和自动哨兵一起打掉，再推一个花车巡游，机器班头准备进了，我操，王哥这么狠啊，王哥进去把一个人打到了残血，但自己立马阵亡，枪也掉在了里面，王哥他完全没有等队友，而且也没有等这个毒消失。Rain 先打掉一个 Swell， 近点有一个人残血的，看一下水下， Rain 打掉了阿光，三杀到手，我操， Rain 你太狠了吧。看前点啊，前线怎么说？没反应的 Minimax， 没反应的，还剩最后一个，准备拿五杀了 Rain， 但是个人是判官。怎么说？来近点找人，击打袁小看到了，切刀，噔噔噔噔。小诺是占了一个前点，而且中路有人慢摸的 ，Rain 慢摸被 Swell 架住，现在只剩三个人了。现在掉了一颗烟，掉了一个少尉。我眼探一下，这份 U3T 又慢慢摸过来了。A 的斜坡有一个人在晃看 ，Minimax 在晃看，而 U3T 看到了，就是一波夹击，一波夹币。小看到了，当心手雷，踩雷飞剑，
直接跳走，而来到前殿之后，哈皮打了两个，他是被腐坏的。哇、哦，王哥，两个烟，鬼眼、暗眼，但这暗眼没有黑刀人，伊尼麦斯连打两个，但还是有人端着枪进来了，打闪。哎，哇、哦、，U 三 T 小 K 各打一个，包 K 直接下了。传了，他传到了这边来，有人听到了，好像有人听到了，直面恐惧吧，哎呦，但是他听到了没打过，一把是狙，另一把的话是步枪，而且现在没有人断后，有人断后的机势已经没了，这包二楼能看的，感谢 U3T， 他能架住阿光吗？阿光会搜这里吗？他搜了，而且还打过了，哎，没反应的，炸药包。这不是个那个吗？这不是先看到腿了吗？不是近大远小了吗？他会搜右边吗？回蛇拿狙这么扑他没有那个的，他没有位移能力的，把他们找出来，召唤追猎之灵，直接进点了。而这份阿光是有一个倒计时开始 ，C 长爆能起，这 A 长爆能起。而且踩雷飞剑也打掉了这个终极技能，再抄，他这个位置被锁了，他这个位置走不出来的，直接开混。王浩哲这波反应还比较快，现在变成了一个二打四，他要怎么走斜坡呢？惊喜翻腾，有人要来斜坡了，知道这个人没有位移的，这闪到他了，当心手雷，踩雷飞剑，炸一下，惊喜翻腾，来到了点内。可以直接安装一个水下包，两个纳米工具，哎，打闪，闪了一下，王浩哲直接进二楼，二楼里面找人了，王浩哲也死，哇，这波没有太多人帮忙架枪，有个兄弟还在绕，完了，小片也死了，最后这个枪应该要保啊，因为三体没钱的，因为三体现在零元，居然是零哎，哎呀，小片也倒了，致盲。还有一个王浩哲，他现在站在斜坡上，直接跳下来了，抓人了，哎，直接一刀，不是一枪打掉了 Minimax， 旁边 U3T 打掉小诺，现在变成一个二打三，两个人都可以捡到长枪，小编也把长枪捡到，这一分难道说有机会？先开门进点，小编来找点内的人，看加点两个人的加点分配了，小编要点个鬼眼，他点鬼眼丢死角，他慢摸吗？哎，你看死角鬼眼，隔离解除，再安装一个正常爆能器。U 三 T 现在就50血了，他选择走了一个对面很有可能会过来的地方，站了一个二楼，但其实没人走二楼的，两个走斜坡。现在 RNG 所有人是集合，先把 AY 清干净。他一看这是一个树屋包。觉得应该是输的人啊，锁定一个了，边客的位置被锁定，先给个蛇纹，有很多脚步，他们决定从树屋开打，树屋包夹过来，但没什么时间了呀，兄弟，没什么时间了，真没什么时间了。满城来了，小编先打一个，直接开穿，我操他妈的 RNG 在干什么呀？现在吃球可以直接打 C 了。他为什么现在可以打 C 呢？因为直面恐惧吧，来找人了。王哥轰过来了，但是没有轰死。不过还好，小编是用自己的扫射打掉了对手。王哥，我操，带包送。对面这追猎之灵也有我，追猎之灵啊，追猎之灵千万不能在有开关门的这个地方放。再丢蛇吻，两段剑影直接过来下包。哎，王哥这没炸死，有点害怕。两个瀑布，他们将落荒而逃，占了三个水下。现在 Rain 在断后，看这波反清了，有什么技能吗？得天闭目，现在他有两个鸟，还有暗眼，这波讲道理很难守啊。还剩一名敌人，当心手雷，惊喜翻腾，王哥先来点内。
这里有纳米蜂群，有自动哨兵，有很多东西。哎，两边都在丢东西，但王哥抓住了，不是小编抓住这个机会，这波是一个转点，这波是一个必须转 C。OK， U17在找人，阿光也掉了。这个爆能器是安全点位，不，这是一个水下爆能器，还剩一名敌人，这人开门的，这人开门的，轮到你了，小诺。你虽然叫小诺，但是他一点都不诺，攻方获胜，他非常的勇敢。武器必要技2:0了，